来，我看一下这两题哦，麻烦你去解说它的范围。来，他说这整个绝子大于三，我一直在强调，不管大于小，心看什么，等于这整个绝子等于三，可是它是三或是几？负三，大于取两边，所以说我知道 h 加二要么比负三小，或者 h 加二比谁大？比三大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你把加一过来，是 s 小于几？负。把加一过来，可见 s 大于几？一，是出来了。来，这也是一样，这怎么算？这整个 g h 值怎样？小于三，小于几？四。那一样，不管大于小于，现在什么等于？对吧？这整个 g h 等于四，它是四或是几？负四。所以小于取中间，所以 a 减三会借四。到其中间，负四的中间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你再把减三把它去掉，把大家怎样加三？加三是二 s， 加三是七，加三变七，负一。之后再把乘以二拿掉，把大家除以几？所以 a 可以借二分之七到负的二分之一之间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一题 a 题目为什么？x 的正整数有多少？来告诉我哈，基本上 x 是要比二分之七还要小，二分之七是几？ 3.5， 比 3.5 还要小，正整数是几？ 3,2,1， 还可以再小下去吗？不行了，所以说总共有几个？有三个，它正整数写共几个？共三个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